你女儿对太勇敢了，她就是不管的到哪里都这样的，真棒。您是哪里啊？上海过来的。哦，上旅游。对，来玩。你还有没有两把刷？没有，还有，来一个。还没有展示完吗？话筒。带你过去，走，来吧，你坐这里，哎，坐这里，一起唱，你们一起唱。朋友的这首歌呀，让全场所有的观众流下了眼泪，大家呢纷纷想起了自己的老娘。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回家看看，如果实在回不去，大家不妨呢把手机拿起来给他们打个电话，他们会开心很久很久。